听得到吗？听得到声音吗？晚安，晚安。晚上好。听得到声音吗？这样声音应该是正常的。大家好久不见。哎，对，上次直播什么时候？好像是年初的时候吧。对啊，好久好久没有直播了。就是，其实本来，六月一开始就想要开了。对，好，大家，接下来好像是端午节吧，对啊，大家可以一边看粽子一边吃，大家可以一边吃粽子一边看，大家一边吃粽子一边看，好好哦，我也想要吃粽子吃到不想吃。好，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呢近况报告一下，跟大家聊聊最近一直在做什么呢？最近超级忙的，但是就是忙得蛮开心的。那最近的大事件就是一直六月开了 Patreon， 对，就是一直开启了订阅的平台。然后已经准备了超级久的，其实那个 Patreon 已经开了很久，然后有人偷偷找到还偷偷加，然后就跟他说我东西什么都还不能发，就是还没有正式开启，这样赶快叫大家先不要加入，这样。对，就是其实准备了蛮久，然后一直就开了第一次开像这样子每个月订阅的平台。对，那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东西。对，那首先很谢谢很多人呢在第一时间就是六月初就马上加入了一直的 P 网订阅。对，那其实开 P 网因为它是每个月都要提供，我自己的用法想法是每个月都要提供等量或等值的定时定量的一个作品。对，那其实出角的话有点难，因为像一直就是会这角色很喜欢然后才出最近没有喜欢的角色可能就不出，那最近很喜欢某个角色就会一直出，就是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蛮就是量是很不固定的。但其实就是前一两年一直有出比较少角色，但所以其实是加了蛮多积了蛮多就是喜欢的角色没有出。然后最近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是有一点点重新看待 cosplay 这件事情吧。对，那其实想到现在那个角色是不是可以出了，其实会蛮开心的，因为现在 cosplay 很方便，那不管是你要做道具啊，就是做道具的材料，或者是网络上面的教程，然后或者是假发，你甚至可以买到现成的角色款。其实现在出 cosplay 那个前期准备的痛苦已经减缓了很多，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就是可以好好享受 cos 的好时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就算在家里面 cos 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接下来我有一些计划，打算就是在家里面拍，对，自己拍一拍这样子。那也会去就是摄影棚拍哦，好像讲远了。对，总而言之就是很谢谢大家订阅一直的 P 网。对，那
体谅到有些人可能还年纪比较轻，或者是就是没有信用卡，其实一直也是到25岁之后才用信用卡。对，就是有些人可能还没有信用卡，那一直的网站，一直个人的网站那边也有，就是用台湾的部分可以用便利商店缴款。对，便利商店缴款真的是搞死我了，真的是弄死我了，我的天，就是那时候我网站本来是它的后台其实是海外的。那我为了把它跟台湾的金流都串联，就让大家可以去便利商店就用现金付款，然后所以我要先把那个网站的那个 base 就是它的算是后台吧，转到台湾的伺服器，然后弄了超级久，然后网站很多很多设定都就是更动，然后变得蛮陌生的，然后就是哇弄了老半天，结果我本来是希望可以就是反正我最后希望的功能并没有完全的完成，但是至少最低限度的可以去便利商店缴款已经完成，所以现在一直网站上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结账过后，然后就会拿到一个 LL 开头的代码，然后到全家或者是7或者是好像 OK 也可以，就基本上大的便利商店都可以现金缴款。对，那就是给一些学生啊，或者是还不方便使用信用卡的人可以使用。对，那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用 币网，是因为它的后台系统管理比较简单明确，所以我更新或者是发奖励都会比较快速，会优先更新那一边。但是就算你是在一直的网站上面订阅的，你一样可以看到跟币网一样的内容，只是会有另外一个网站，有个另外一个入口这样子。对，那非常谢谢大家的订阅。那其实在之前网站上一直就有开试订阅，就是有一点点像是测试大家对于我自己对于订阅有没有办法跟得上，就是啊我每个月要反正就各种测试，然后我也没有另外宣传，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就是默默的加入了一直的那什么对测试的那个期间。对，那也会在这次加入 P 网的时候一直会赠送额外的奖励。对，试测公测，对，噼啪讲了很多，嘿，我看一下大家说什么。对，不过很开心，我的最后这也是克服了各个困难，还是把订阅开起来了，耶。对，封测，对，就是封测。我刚刚就一直在想那个字，对，就是很谢谢大家，就是有几位就是参与到一直的封测，对。所以最近就是因为我日本有开 for 日本的就是平台，然后我们在每次更新就英文有特别请就是英文非常擅长的朋友帮忙，然后中文，然后打日文，然后就觉得啊脑子好错乱，然后开始觉得好像一瞬间每个语言的就是能力都降低了，怎么会这样子，一直用不是应该会变好吗？对，那一直的 P 网就是我会出一些新的我最近喜欢的角色，就是每个月订阅的一直会出一些新的喜欢的角色，然后呢之后也会出一些旧的角色。哦，说都多旧，就大概十几年前的作品了吧，就是我不太确定大家知不知道角色，但是我很喜欢，所以我决定要出。那些东西全部都会放在就是订阅的内容里面，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如果就是你的经济能力还不许可一直开订阅，简直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呢，因为都一定会更新，所以免费的内容像是在 IG 上面更新的啦，像是 Facebook 上面更新的，推特上面更新的量也都会变多，会比以往多非常多。以前就是有时候十天都没有更新，或是一个月才出一个角色，那现在就是会比较多出角色。对，那你也可以就是每个平台都 follow 一下，然后看看一直的最新作品。对，填坑计划，一直的填坑补完计划。对，好，那不管你订阅的是哪一个方案，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就是方案的其实 range 蛮广的，就是有就是纯电子版，那也有包含到有实体的部分的。实体的部分实在是因为一直真的太喜欢写真书了，我真的很喜欢照片编排成书的感觉，就是拿在手上的实体的感觉。对，那
这个月的第一个啊，第一个月会有书是额外的赠品，其实并没有打算是做书，是海报跟拍立得，让大家就是比较好收藏。对，但是因为书的成本也相对比较高一些，但第一个月就是感谢大家就是非常的支持，然后一直就做了一本新的写真，这一本是原创角色的，对，对，所以这个是订到T5，就等级5的话会有这本写真。对，封面应该说背后超刺激的。那是里面像很像是这个角色的设定集这样子，然后就有写他的名字，然后还有写他血型、身高跟喜好这样子。对，就是这一位小恶魔，所以如果你想多了解他的话，就是有机会可以入手这一本。然后像这样子每个月像这样的写真，会不会另外有购买呢？就是一直还不确定，因为每个月订阅其实到月底才会知道哦，到底会有多少人订。所以如果有剩的话，就是印的量有多的话呢，应该是会在网络上面再开通贩，这样就是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加入，或者是你的等级刚好不是那一个就是方案的话，你想要单独入手的话是有机会的。对，对，那。我想一下哦。对，但是就是单独入如果是订购方案的话，这本书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含在里面，而且含运费，然后是比较划算的。所以其实算是回馈给订阅就是等级5以上的这样子。嗯，但是大家也是有机会可以单独购买，因为有些人就真的特别喜欢纸本的书，甚至比起电子档，有些人就喜欢电子档，不想要收实体，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方式，好吗？对，好，那我看一下小抄，想讲的东西太多了。对啊，好，那接下来啊。你看，一直已经开始穿短袖了，接下来应该就已经是正式进入夏天了。台湾也非常热啊啊！刚刚的，好，就是每个月会一本吗？其实写真不会每个月都一本，不会每个月都一本。其实原本的定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就是一直的 P 网写得很清楚，就是刚好第一个月庆祝开 P 网，所以第一个月才有写真书。对，那。其实虽然不想要先挖坑，但是其实七月也会有，因为七月的照片我觉得也很适合印成书，所以就是加入等级五的，如果有99%的几率又会拿到一本书。对，对，我真的很喜欢印书，对不起，我真的好喜欢印书。然后家里越来越多东西这样子，对啊，但是就是大家就是关注一下一直的更新，其实有什么资讯第一时间都会更新，那有问题的话就是 email 到一直的信箱。对，信箱已经不是 Y 开头那个，现在的信箱是那个 P 网也有写那个，还有 Facebook 也看得到，是 11ELY11814gmail 那一个，那个的话会有小帮手跟一直就是比较快速的回复，现在主要就是用那个地方提问。对，用私讯的话真的超容易乱的，大家真的大不推荐。对，七月也会有实体，对，只有六月有实体吗？不是，七月也会有实体。对，嗨嗨，你来了。对，那好，我看一下留言有哪些，我看有没有什么。等级5以上的书都可以单买吗？就是不一定，如果等级5的寄送完之后有多余的书，就是有多的书的话，会另外再开通贩，但不一定会有。对，那单纯的价格，价格的话，
因为套组的定的话，其实含在数学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是用订阅的话，这本书像是用600块入手，但如果之后单售的话，会是900块，就是900嘛，因为还要算成本，就是单售的成本一直还没算，大概会在800或900这个之间，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如果你是订阅等级五月的等级的话，它就是附在里面，像赠送的，对。哎，不对啊，书在五月等级里面是额外赠送，书根本就是零元。对对对对，啊，好乱啊！大家等我之后整理好更新，好吗？谢谢。对对，好。台湾热爆融化，真的这边也超热的。有素太好了，开心。等级我现在还可以订阅啊，等级我没有满，是等级六才满了。对，其实等级六大家不要想说哇好快哦，这是秒杀，其实没有，因为等级六要定制产品的关系，还有各种所以。一只手数得出来，就是大家不用想，就是有一点难。不过之后如果有人退出，就是没有订的话，就会释出名额，那大家就可以不时的 check 一下最高等级那一个有没有。对，一直好啊，你好像有点瘦了，谢谢。一直很认真在减肥，其实之前有点没扣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吃太好了，所以对，最近有在练身体。啊，我也好想去动漫节，我想去各个活动。哇，中午35度，超热！天哪！对啊，对啊。然后好，就是台湾现在疫情好像有比较严重，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努力一起克服过这段期间。但是除了疫情之外，我真的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最重要的除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其实因为疫情，很多计划都不能照原本的进行，然后或者是会其实累积蛮多压力的，工作有调整，上学有调整的，就是各种变因会让人觉得很不安、很不舒服。那大家容易就是心浮气躁，然后现在天气又比较热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很努力的，大家对彼此都是放宽心一点，就大家都不要太苛刻对方，或是有什么问题，大家也不要第一时间就去指责谁谁没有做好什么事情，就是体谅一下大家都在比较辛苦的状况。因为之前其实去年现在台湾状况，我觉得跟去年日本刚疫情大爆炸的时候是非常相似的。那时候也是，我觉得比起疫情的严重，我觉得大家心里的那个感觉是更不好的，对啊。待在家里也蛮好的，像就是在家里找事做嘛，你就想想，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平常超级忙的时候，那你会觉得说啊，我如果有空的话，我想要干嘛干嘛，好比说我想要把某某某个作品看完，某个剧追完，某个什么买了很久的拼图拼完那些之类的，其实现在都是一个好时机可以做，只是因为不能出门，大家就会有种更想出门的感觉。但其实你有很多，就也许自己想一想，自己有很多就是在家里面做可以做得很开心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对，一直还没打疫苗，一直还在排疫苗。一直最近的正片都是在家拍的吗？不是，目前就一套片是在家里面拍的，对，其他都是到摄影棚。那我喝个水啊。那提到就是拍照摄影棚，就是日本现在对于摄影棚的规定也是蛮严谨的，他们会限制人数，如果是 share 一个棚的话，他们会固定人数在一个人数，大概像之前营业的一半而已。
那一直的情况是会注意那个棚有没有人数减少，然后换气有没有做好之外呢，一直最近比较常的是把整个，就他们有租下整个棚的价格，就是这个时间段就只有我们，甚至连店主都不会在，他们都是线上汇款，线上付完款以后你就人到现场，然后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去那个摄影棚这样子。所以竭尽所能的就是尽量不要跟人家多的人在密室之内密，就是提高传染这样。所以其实蛮安全的，一直在这方面有注意的蛮好，就是我跟摄影师然后那边拍，然后也是尽量就是时间不要拖太长这样子。对，一直 cos 服整理完有至少整理出一个可以放灯然后开个直播的地方，就是还有空的背景这样子。对啊，整理完一半了。对，很健康的哟。讲一讲都热。哎，对，摄影棚很像租民宿，对，一直还会去找民宿来拍照，因为民宿就真的他们会打扫很干净嘛，因为上一个客人用完，他们就会消毒干嘛，然后你就去里面拍，然后就是也蛮自在，然后又有洗手间，然后就很干净这样子。对啊，一直也蛮常会找民宿拍照，最近也有看到一些很不错感觉的民宿。嗨嗨，晚上好。那现在就是希望大家不管是疫情的影响还是各种情况都一起努力跨越过去。一直也会多多更新帮大家打气，对，心情不好就看看一直的照片给你一些能量。日本现在超热，像我现在讲一讲话我 后面都有点冒汗，穿短袖还是很热，只是因为我太兴奋了吗？可以对第一线医护人员比个爱心吗？感谢你。对，猫猫现在被我关在外面，因为它进来以后可能会就是把我的好不容易弄完的直播的设定全部弄乱。看一下还有什么啊 ？FF 台湾的 FF， 今年 FF 没有办法回去参加，因为目前一直还没有打到疫苗。我现在是希望可以打到疫苗之后再来安排，就是国家之间的移动，像是回国啊，或者是去哪里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算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一个方法。我希望可以赶快就是排到疫苗之后去打。所以，今年夏天可能没有机会见到大家。不过，FF 的时候我们再来开一个直播好了，再来一个迷之线上签售会外加猜拳。对啊，日本的防疫现在就是好好坏坏的，就是没什么改变，一直维持的。他每次各种困难啦，我觉得就是在这么全世界很紧绷的情况下，然后又多一个奥运，然后奥运又不是日本一个人的事情，奥运是世界很多国家联合起来的一个奥运会的事情，反正这很复杂，我相信大家上网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就是这不是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之类的事情这么单纯而已，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晚上好。对啊，希望台湾可以快点回到正常的生活。啊，对，6月20的时候会有一个日本的活动，就是主办有邀请一直去参加，然后想说啊，人家都来邀请了，就
去一下，就是去年十二月也有去的那个的第二届这样子。对，那因为其实比较主要就是在忙这个新开的订阅的，还有很多拍摄，对，然后拍摄完还有很多的照片要整理要更新，所以那场活动一直会去参加，但是新刊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本，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没有办法入手到的新刊。现在就是日本没有大型活动办啊，所以大型活动都被取消了，人太多的会动员到太多人的，对啊。嗯，我也想你哦。如果算上去年八月回台湾的话，确实一年就没有办法见到了。QQ。不过虽然见不到本人，不过一直会尽量多刷存在感的，在你发我的一直各个平台上疯狂刷存在感，疯狂拍照，我超级期待后天的拍照，后天要去拍。紫阳花就是绣球花，现在的绣球花开得超级美的，然后一直这一套拍浴衣耶、去年拍了很多和服，但好像没有拍到浴衣，对，所以今年终于可以拍到浴衣了，超期待耶、浴衣夏天、应该会是一组蛮棒的照片，就是还没拍就已经觉得很喜欢了。对，要不是因为现在疫情，那个其实夏天到了，开门开始会，日本应该会有很多庙会啊，就是可以去捞金鱼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动画常出现那个啊，好想去夏日祭典看烟火啊。对，不过我们就期待接下来未来还是有机会的，今年虽然可能也没有了，超级可惜的。对对对，这次也是跟冒泡去拍照，就是一直最近常合作的一个女生摄影师，后天也是要跟她去拍，一直常在 IG 上面 tag 她，大家想要看她的拍的美丽的照片，可以去，可以从一直 IG 连过去。我真的好爱拍花，虽然我知道大家对于就是花什么的，就是可能还好，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我自己真的很爱跟花拍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但我自己非常喜欢，所以我会拍很多。像我之前也拍了玫瑰，哦天哪，那个玫瑰花，我只知道那时候是盛开，然后我到了现场，我整个就是这边是天堂吗？那个种的也太漂亮，然后开的整个超美，然后风一吹就是像那种你在拍电影啊，然后玫瑰花瓣那样，哇，整片那样洒，太漂亮了。然后还有粉紫色的玫瑰花。太梦幻了，我就是整个情绪就是我现在想要赏花，可是都已经找了摄影师，还要拍照，还要搞好好跟冒泡拍照，然后但是又很想赏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但我真的觉得可能单拍花就是照片就会非常美了，对，所以玫瑰花季就拍了玫瑰，然后接下来紫阳花季就去拍紫阳花。那接下来看有什么花季，一直可能再去找花来拍这样子。但是都会尽量找人少的时候，像我之前拍照的时候，就早上约九点就拍照，这样就是尽量让在人少一时平日啊人少的时候，对啊，超级喜欢花海，对，对，好，那就期待后天的拍照，耶、好，现在直播了多久了？三十分钟了，啊，对啊，去年还有拍到彼岸花，向日葵也想拍向日葵，但是我前年去买了向日葵的道具，然后其实我觉得向日葵一整片看蛮好看的，但是其实向日葵一直看，然后你就看它中间的黑黑部分，然后又毛毛的，然后就是盯着看，会有种不知为何有种毛毛的感觉，对对。
看看。一子今天在喝什么呢？一子今天喝的不是酒，之前都为了直播壮胆喝那个美酒，这次喝的是气泡水，因为很热，所以一直喝气泡水。这杯子特制的吗？不是，这是一直很喜欢的一个日本的，算是居家的卖那种家用品的品牌，卖一些家里的窗帘啊、抱枕，然后它风格是比较梦幻的，叫做呼兰呼兰。对，然后的已经绝版的杯子，然后我以前买了一个，然后摔破了，然后这次来日本就想说啊，很喜欢那杯子，就去网络上面找，然后有人在卖，就是全新的，就是出清这样子，就是好不容易才买到，很开心。我跟你讲，它不是一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杯子形状。超级适合喝咖啡，我就很像在卖杯子的直播。它杯子形状真的非常适合喝咖啡，这个边缘呢有一点点外翻的感觉，然后咖啡就可以顺顺的喝到嘴巴里面，不管是喝冰的还是喝热都非常的适合，而且还可以直接微波。对，这是非常推荐的杯子，虽然它已经绝版了，然后它的字我也非常喜欢，它设计其实蛮单纯，就是这样子。对，还有一个太兴奋要流鼻水，他已经绝版了。他这家厂商其实会一直出字母杯，因为其实对日本人来说，因为日本的名字是罗马拼音可以拼嘛，所以他们会有很多什么 M 开头、Y 开头啊、S 开头啊，所以他们会买这样的字母杯可以送给女生啊，或是彼此之间送礼物很适合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多这种字母杯，但是。他之后出的字母杯我完全就是不喜欢，就是那个形状我不喜欢，大小我不喜欢，字我不喜欢，然后就那一个绝版的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对，然后终于又让我买到，真的好开心开心，而且是全新的，他连盒子都有，状况超好的。对啊，对，不是工商啦，只是很像欸，不是工商，没有收他任何广告费。对，想问今天的 BGM， 今天的 BGM 是 Cheer Hop， 就是小浣熊系列。然后上次那个梦幻杯杯还在，那个梦幻杯杯我觉得很适合喝酒，所以就是喝酒的时候才会喝那个杯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感冒，一直是一个兴奋的时候就很容易流鼻水而已，就是会流汗还会流鼻水，鼻子里有汗腺。对，一直讲自己喜欢的东西会异常兴奋。好，那虽然就是最近就是忙着拍照。然后之外呢，一直看了非常多的动画，就是一边就是其实有时候你挑照片啊，或者是修照干嘛，或者是吃饭，或者是你工作累了什么时候不想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动画新番还是你最棒的好伙伴。对，那我因为不是什么很专业的动画点评，一直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看了的动画这样子。好，我拿出我的小抄，看了太多了，要列出来。好，那首先一定要看的是组合偶像是传奇二耶，超好看的，我真的觉得第二部真的太好，而且它完全就是承袭了那个第一部让人无法意料到底剧情是怎样的感觉，然后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部很良心做的非常好的作品，而且言之有物，就是它
对于角色的刻画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对，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佐贺偶像，超级想去他的现场看 live， 要是没有疫情，我觉得强烈觉得很有可能会有 live， 很有可能会有就是佐贺偶像 live， 像班多利那样子，好想看，好想看弗兰修修的演唱会。对，好，然后第二部一直有看的是本田小狼与我，对，很治愈的番，一直也是看到有人推荐，然后有人推荐一直出里面的角色，我想说这个名字感觉不错，然后就去查了一下，就看了发现啊真的很好看，而且他的声优是刚好一直以前有在关注的一个那个算YouTuber 兼声优，对对，就还蛮可爱的，对，他的声线我觉得跟女主角超合的，配得非常好，然后是一部一直就是可能之后也会放在当 BGM 不断的轮播的，就是重播的番，就是非常的治愈，对，很适合放松心情看。对，那第三部有点意外的是少女，是乙女系的番，对，圣女魔力无所不能。因为我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直白太好笑，想说哈这到底什么番啊，然后点开第一集我整个就是大笑，就疯狂在边看边大笑，因为太怎么说，太少女心了，就是女主角身旁，就是女主角无所不能，身旁充满了帅哥，帅哥都对她非常好，日哇这是什么超棒的。对，然后因为很久很久没看这一类的作品了，我也没想到还会是这一类的，然后看了以后就觉得本来只是觉得很好笑，也就看一看就觉得其实内心的那个少女心有一点点被触动到这样子，很久没有被触动到少女心这样子，就是其实有点点像是看就是边好笑边看，然后但是它的剧情其实意外的也蛮不错的，对，我觉得它的设定也是蛮有逻辑，然后就是蛮好玩的，对 对挺好看的。那哦，这异世界，对，它也算是异世界转生系列吧，对，就是这异世界的作品快要一半以上都是异世界。好，那下一个就是关于我转生成史莱姆，对，我觉得这一次的可能比较像是看各个角色的 cosplay 吧，各个角色穿各个样子的衣服，然后参加祭典，刚刚就是非常疗愈的，也是治愈番，就是看得蛮舒服蛮开心。那如果你很喜欢就是转生史莱姆的话，看这部应该会有一种补完的感觉吧，讲了很多就是之前没有办法细细描述的剧情，这样我觉得蛮开心的，对对，日记的感觉。好，那下一个是一直可能算是前这一季看的里面前三喜欢的番，我觉得大家应该不知道会是哪一个。答案是会不会有人猜得到？好，不卖关子了，答案是龙先生想要买个家。哦，对于这种人外，就是对于这种异世界生物的题材也是蛮没有抵抗力的，我觉得超好看，超级好看，很好笑，第一季有很多萌夯的梗，超可爱的，对，然后里面的角色我都很喜欢，然后里面那个屁讲也超可爱，让我一直想要盾之勇者，对，超级好看，我好喜欢啊，就是北齐明是在讲就是龙先生想要买的家，其实内容就是偷偷的在告诉你关于很多租房子的小小小豆知识嘛，在后面结尾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超级喜欢。好，那龙先生之后一直还看了应该大家都应该蛮多人关注的一个番叫做影宅，对，影宅超好看的，哎呦，我看我从上面讲到现在，每一个都蛮很好看，是不是？对，就是，我很难觉得动画很难看吧。好，那影宅真的很有趣，然后画风也非常棒，超级可爱的，然后角色设定，然后还有很多谜团，然后你会非常在意它之后的剧情的发展。
对，我觉得大家看应该都会喜欢，就是非常好看，而且啊，很期待有谁要出那个 cos， 应该很可爱。对对对，我应该是不会出，因为我觉得那种幼女角色还是那种很可爱的女生出。对，对，那影宅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然后因为在追到最新进度以后就忍不住，然后就跑去看漫画。哦，漫画因为看起来有点吃力，因为就是它里面。简单来说，他有一半的角色会全部涂黑，然后我觉得看了眼睛有点累。对，我觉得看实际纸本版可能会好很多，用电脑版看我觉得有点累。对，但影宅真的是很推荐大家看，而漫画我觉得也很不错。对，考虑入手单行本。嗯，好，那影宅之后呢是 Vivi。 对，因为也是有人推荐一直去看 Vivi， 然后一直就去看了。对，看到第七集为止，都觉得内心有种忍不住觉得，让我觉得很像是那个初音的番外篇动画，就是因为初音会依照一些歌曲嘛，然后 V 家会因为依照歌曲会有一些世界观啊，或者是角色设定在用初音这个形象，然后 V 一直让我有种这种既视感，虽然完全不相干，完全不相干，但是就是一直有一种既视感，因为也是歌姬的设定吧。对，那我觉得 Vivi 算是一个看了也是还不错，就是我本来以为会有很多歌的部分成分，但其实并没有这个部分。对，大家是不是喜欢推荐我出蓝色头发角色？因为我发现推荐表就是大家推一直希望一直出看的角色里面有很高的比例是水蓝色或蓝色头发，可能是以前师奶给大家洗脑太深。对， 对， 對，我也很喜欢蓝色系头发，但是其实蓝色头发超难驾驭的。对，而且颜色也很容易拍就偏了。对，反正就是对我觉得 Vivi 也不错。然后接下来也是很早一开始播就有人来推荐的持续狩猎三百年，持续狩猎史莱姆三百年。对，女主简直是人生赢家，高原魔女人生赢家，超级羡慕。而且就是她旁边围绕的角色也都太可爱了吧，我的天。对，如果打史莱姆可以打成这样就好了。对，其实现在作品在异世界，然后异世界就一定有史莱姆，就觉得还蛮妙的。然后不然就出现了哥布林，对，这已经是定番设定了。对啊，然后三百年真的蛮好笑，就真的就是看一些女孩子呀，然后就觉得啊，好可爱，好可爱。对啊。一天一只史莱姆，哦，看一下大家的哪里有推荐表单。计程车有人推荐，好好一直来看计程车，那部我有点在意。好，那持续狩猎三百年，持续狩猎史莱姆三百年之后呢，下一部是86不存在的战区，不存在的战区，不存在的文字，对。不存在的战区一直也要看，也是因为大概是女主角又是蓝色头发，然后又有人推荐一直去，不是银白色头发，然后有人推荐一直出，然后一直就去看了一下，可能小说会比较好看吧。其实我觉得，它动画初期有一点点，该怎么说呢？要赶快把设定让你知道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酝酿感不够。对，但是我觉得设定非常好看。然后我也很喜欢它里面像是女主角被呛说你好像很关心我们，但是其实你连我们名字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我就觉得说啊，确实其实很多人在啊，反正让一直觉得感触很深，就是
有时候你很希望去对一些人表达善意或者是关心的时候，但是你却没有触碰到他最在意的那个点，他就会觉得你的善意或者是你的关心是不够真诚的。对，那我就觉得啊，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就内心深深的反思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部分。好，然后就 每次都用着有点沉重的心情在看这部作品。对，我觉得他的真的是可以看一下的作品。对，但是因为他是比较这种剧情感觉，所以其实一直大家都会积个三四集一起看的，所以我现在应该是看到第六集为止，然后在想说等他就是第一季演完了再把他后面补完。对，好，那第十部呢是一直有看的最后一部。对，是Trigger， 不能错过 Trigger。 对，我不太确定他的念法，我很担心念错。我们来查一下他的正确念法。 Dinazio， 应该是Dinazion 吧。这种都是英文的单字，然后又是日本人写，你真的很担心会念错。对，好，就是大家知道我在说哪部就好。就是啊，我觉得真的是良作，真的是做得很好。就是他的从 OP 开始，他的剪辑，然后他拍摄方式，我觉得每一格停下来都是啊，有 Dinazeno， 日文的念法是 Dinazeno， Dinazeno， Nonga， 原来是念 Nonga， 我以为是这个地方念 On， Dinazeno。 对，那刚讲啊，对，它的画面就是每一格停格简直就是太好看了，然后分镜，然后非常有感觉，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跟之前 Gridman 比起来非常的不红，但是我真的觉得蛮好看的。对，就是一直有点点跳过就是怪兽跟机器人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人物的部分我真的觉得描写得很好。对，然后我觉得这一季的怪兽跟上一季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设定我也蛮喜欢，颜色都很鲜艳，对，然后有一些蛮可爱的，对，然后该怎么形容呢？不愧是 Trigger 做的那种，它的设计感好强，就是角色设计感或者是画面的切割，很像 MV， 我觉得就是把台词去掉啊，然后把人物的对话去掉以后，就像一个很漂亮的 MV 一样，画面真的是很好看，然后取景我也很喜欢，就是好比说你 cos 照完全照它的分镜拍，就会是一套非常好看的片的那种感觉，就是它那个镜位真的是太厉害了。对，我也不是很专业的就是在点评这个，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一部跟其他作品在画面的呈现上有蛮大的不同。对，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好，以上推荐的十部就是一直全部都觉得很好看，我还真的没有看觉得特别不好看的，我都会觉得蛮好看的。好，那除了这十部以外，大家有推荐的话也可以 留言下来，一直会看一下。对，一直会把它补一补。对，看一下有什么大家推荐的。刚刚是说计程车嘛，好，计程车记下来。计程车我看一下它的画面，我觉得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剧情。对，真的翻真的是一次看完会很开心。
哦，转身蜘蛛一直有看，但是一直是看漫画，所以还没有追动画。我觉得转身蜘蛛应该很好看，有空再补它的动画。推真白之音，好，真白之音追。很认真的在写。就是动画应该就是看适合什么情况下看吧，像那我吃饭的时候就喜欢看像龙先生想要买个家这种，就是有点好笑然后蛮轻松的，对，你不用不会胃完全跟胃痛没有关系的，对，像马里奥那种就非常不适合吃饭的时候看。那或是有时候你工作的时候啊，你就我工作的时候一边工作我会放像史莱姆三百年那种，就是达史莱姆三百年，就是比较日常啊，不用花心思，然后有在讲一个剧情，但是剧情也不是很重要，重点是女孩子很可爱，大家都很开心很可爱，然后疗愈系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每个我觉得每个作品在怎么说呢，好的适当的情境下看的话，其实是会有很多加分的效果的。对啊，东京复仇者一直有看完漫画，看漫画了，小人家女仆龙还没有追，好像是小剧场版本。怪物事变有，怪物事变之前有看了，怪物事变是这一季吗？我是看日本，因为有登录那个日本的 Netflix， 所以我是在 Netflix 上看的。啊，清晰的画质真好。对，炼巨人有啊，炼巨人当然看了。现在是在推荐漫画了吗？对啊。奇蛋物语，绝与宫村有看哦。对，好，谢谢大家推荐的新番，一直会记下来看。对，日剧看嘛，一直会看日剧，但是日剧就没有办法一边做工作一边看，所以日剧通常会一个工作一个段落，然后很闲，就闲下来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会找之前大家比较推荐的日剧，然后一口气把它看完这样子，然后会放 1.5 倍速，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因为毕竟日剧比较长。1.5 倍速的话还行， 1.5 倍速还不会影响到那个情绪酝酿太多，如果是2倍速就 1.25 倍速还行，就是看的话会用 1.25 倍速，如果是用2倍速的话就是说的会变得非常快，然后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带入任何情境，就是跑过那个流程而已。对，所以有时候会用 1.25 看，然后就会节省一些时间看日剧这样。那用如果真的要看剧的话，真的会没有时间，大家可能觉得一直怎么消失了，就是都没有在更新，也没有照片。对，就是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看了的动画。对啊，对对对，给不灭的你一直有 mark 起来想要看，我看他的漫画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看到有动画画的觉得蛮好的，而且动画画的好像蛮好的。讲着讲着就肚子饿了。有赛马娘第二季看完咯，赛马娘大家一定没有办法猜到我的预定。真的很喜欢那种，就是跟大家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赛马娘，可能这几天之内就会，因为衣服都有拿到了，可能会试个妆吧。对，不是那种可爱的角色。嗯，哇，快要一个小时了耶！ Yeah, 我本来以为想要今天应该也是直播一下下，把想讲的讲完，差不多就刚好一个小时了。对，这个时间日本已经没有外卖，不像台湾，就是你什么时间都还是叫得到外卖，日本很快就叫不到外卖了。今天有截图时间吗？要截图时间吗？今天就是也没有耳朵，记录一下一直的这个造型这样子啊，也差不多想去啊。讲到头发又是很烦恼，又想要染深色，但是深色好像夏天的时候又有一种不行，我真的好难决定。大家都是心血来潮，就啊，今天早上起床，我决定自己要变成什么样感觉的头发，然后就去弄头发，都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每次约设计师，设计师都觉得、欸、超突然的，就我今天下午有空吗？可以去吗？对，我可以。现在的颜色我也蛮喜欢的，只是上面开始黑色的部分有点长出来了，对，渐渐变得一个银灰色的布丁。银灰色的布丁，你知道什么吗？就是那个芝麻布丁。芝麻果冻、芝麻布丁就这个颜色。好，那我们虽然好像没有特别弄得很可爱，我们也简单的来一个摆拍时间。一边摆拍一边看大家留言。米兹摆拍，因为开着直播没有讲话，觉得好奇怪。可是，一边讲话又没办法拍出好看的照片。大家不要截图那个嘴巴形状很奇怪，拜托拜托，谢谢谢谢。嗯，嘴巴空气突然安静，真的超安静的。对，嗯，开心。对，那希望大家，不管世界各地的大家都好好的，注意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好好的做好防疫，然后也就是有一颗宽容的心、坚定的心，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这个疫情大家压力都很大，难关，大家互相体谅对方，然后一起等到自由世界来临。自由可以出国啊，然后大家可以在相亲相爱的世界，对，不是相亲相爱，大家可以再脱掉口罩。哎，对啊，其实题外话一下，那天一直在坐电车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感触，就是不觉得这个世界突然真的变得很奇怪吗？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脸，但是你在现场，你放眼望去，你就只看到大家的眼睛，然后大家有可能又低着头用手机，就是那种。很像每个人的那个隔离感很重，就是，然后但是你看，你真的看到人的脸，你又会吓一跳，你就觉得啊，这个没有戴口罩吗？你又会觉得很冲击，然后但是就是
我没有办法很明确形容这种感觉，我觉得世界很像是就是变成了另外一种设定的感觉，对，有一种，对，有一点点类似疏离感，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有一种未来感。对，就是你现在在网上，你看到一直可以看到一直的脸，可以看到这边一下这样子，对。但是你现场来，就是好比说，如果现场看到的话，像六月底一直会参加活动，其实每个参加者跟摆摊的人跟参加活动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见到面也只能就是看不到脸哦，这种感觉其实真的蛮奇怪的，对。我是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脱离口罩的日子可以早一点来临，嗯，对啊，好，那大家就是一起努力度过这个难关，然后再次感谢就是大家对一直的新的订阅活动的一个支持，对，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非常期待可以在现场见到大家的日子可以赶快到来，至少最少七八月会有一个直播，最少对，好吗？那我们一起加油了，大家晚安，谢谢大家，晚安，祝好眠，晚安。拜拜。等彩蛋是什么？彩蛋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有彩蛋。我只是还舍不得切，因为那个讯息有一个，一直讲完以后讯息跟大家回会有一个时间差，想看一下大家留言的。好啦，真的要关咯，晚安咯，拜拜。